帅哥美女喝茶。谢谢有休，加油，谢谢加油，就是他们是有一个自己家的，像有一次更尴尬，如果你三十岁啊，结婚就重来了，不管生完小孩来了，然后这几年突然很常回来跟我打个招呼，打个招呼，就我妈就想，然后有一天我是很尴尬，我们都做早餐，他晚上来我早餐吃早餐，然后我说，我想他就说，我之前看过你，我说现在最近怎么没看到你摇头？对。还有没有请？没有，如果大家都。然后我马上跟他报告说。